们十年磨一剑 Body 即将发行新专辑，主打歌《你值得》获得热烈回应，治愈系歌声感动了无数听众。为了呈现出全新风貌，公司斥资百万拍摄 MV， 杜德伟将自己的高超舞技和动人歌声完美结合。只是年少轻狂，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带着遗憾走下去，会开成祝福的花。除了精彩的舞蹈画面， MV 中也特地安排了浪漫唯美的爱情戏份。号称是情歌王子，杜德伟曾经和许多知名女星都拍摄过亲密缠绵的亲热戏，不过这次杜德伟却在和模特互动时紧张不已，表情僵硬，还频频笑场，不知是何原因。在演这个戏的时候，在那个瞬间会想到我好像对老婆不起的感觉，就会想到老婆她，因为我还没告诉老婆，不晓得她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。可是看来即便是脱缰的野马也有被驯服的一天，如今的杜德伟就顺利被小娇妻给征服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